咋不咋？给你看看，我招数这儿多些人。看看啥？招数。倒数招数。小招。啊，咱就去看看。看去吧。啊。你个儿看。你不就？大哥，你忙着吧。你接吧。哎呀，大妈，你这是木头门啊？这是啥东西了？大妈，这是啥东西了？小饭馆。哈哈，哎呀，我还以为这是山药蛋了，咋结下这么多？捡的这个嘞，哦，别人做的这是？捡回来捡的。哦，捡的这是？哎呀呀，大妈！你看这件，他看你这样挣的真够全的了。大妈咋挣这么多菜？啊，一个儿嘛。您就舍不得留了这么一条小路啊？一个儿，这个小路路过。啊，一个儿。你看这地都利用上了啊、哦！嗯，你找吧，俺找不着。哎呀，还有棵枣树，这两天正红了。红了。哦、嗯。看啥的了，不好吃。看看一个人做这么多菜能吃了啊？还有两闺女。哦，给孩子们啊、哦嗯！你这连玩带自己。你找是哪个小嘞？这是个啥东西？你吃挺好吃吗？杨梅。这是杨梅。啊、你咋是吃的？草莓还是杨梅？杨梅。我还没见过这种东西。挺好吃的。这是杨梅。嗯，我还没吃过这种东西，没人吃。这是野生的，是家里种的嘛？这是个人就能种这种。你嗨，老王，再整上两个。你进来，你看看大妈这叫杨梅是啥？你见过没？哎呀，大妈这个味道可香了。嗯，吃吧，我没。人说这是杨梅，给你看看。我不吃。你看这是这个长成这样啊？嗯，它这一就不能抓粑粑，一不抓粑粑就扎手了。这是野生的，是就种的啊，习惯活啊。这个味道咋这么香了？给，这能打籽儿不？它那就是习惯活。习惯活啊，过年春天来挖吧。哦，春天跟大妈挖一颗。挖吧。回去种的，没地儿种，花盆里头能种吧？花盆儿能种，不能抓这个板儿，板儿尖是刺儿。哦，行了，大妈。行了。嗯，行了，尝尝就行了。哎呀，看看咱们这菜做的挺好啊。行，您吃吧。留了一个，就一个人，就留了一条小路。就留个小路。哎呀，大妈，你这两天人们都没菜了，你这还种的满满的，这菜还都没事儿。没事儿。哦，他们都几乎都那啥了。谢谢，行了，有这个行。哎呀。山梅。您这叫啥？豆角嘛。我说他说是他给识别了一下，叫啥？山梅。啊，不是。是不是三梅？那头是哦，哪个山？三梅又叫树梅，山梅啊。这个味道是这个味道，有股清香味儿。啥都没有，野生的庄没家的还。去年没结，刚种的。野生的刚倒的。这可是好东西。这好东西，营养价值高，肯定。生的呀也不干。嗯，咱们这我还第一次见，大妈。好，我有，这够了，够了。不要了，您留着吧，您留着自己吃点。那个不实行。消肿解毒，嗯啊，可能是中药啥的。不生效，这个也吃。别摘了，大妈。嗯，自己留下吃吧。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呢。哦，现在人工还没，这实际上是野生的。嗯，不知道，好像这估计也是从山里头哪儿挖回来的。那么倒的不知道。真想吃吃。啊，大妈，你一个人？一个人。哎呀，这菜做的，咔咔的豆角做的。挺好啊，这棵枣树是养了几年了？这种了二十来年了，我还没看着树干了，光看着枣了。里头看的也不粗嘛啊，大妈。啊？里头不粗嘛？咋个咋结这么多？啊，今年上年岁更多。这二十年那个树就长那么粗？二十多，它有三十来年。哦。哎呀。今年上年岁卡多多。大妈，你这和辣粉粉都种上了，这。那底下不种，哎，我说大妈，你这到处都种的，哪儿都种上菜了，一点空地也没有啊、哦。这是晒的啥豆角丝儿？豆角丝。哦，一个人没得干，下那豆角吃不了的，那个角都晒了它啊。哦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还这还种点花，这还种的月季。大妈爱花儿，住的。这院里都挺那啥，这院里都挺有生气的。啊，就是。是吧？挺有生机啊。对。啊，大妈，你咋也一块空地也不让留？充分。啊？插
能吗？俺大娃一块儿空地不让地。看这南方，你这还种，种的满满满满的。大妈一看就是个勤快人，这还去店里头捡人点这个贝贝瓜啊。这瓜别看小，可好吃了。要上两个，我就拿上两个就行。这是您捡回来啊。嗯，捡再种瞧瞧。哎，行了，就拿着俩就行，妈。好。哎呀，这个不行。我看你捡回来这么多，就都放到这儿了啊。俺家里坏了。对对对，让这儿透透风。在你看看大妈这勤快的，哎呀，这儿也是，你看看这豆角是不是都搁这儿了？下雨嘛，这根不行。哦，这就每天一个人吃了饭没，大妈？喝了没吃了？多会儿饿了，多会儿吃啊？嗯、也可会做饭了啊。这是会这一个。一个人想吃啥做他点啥。嗯、一个人是吃的不香啊。香。哦，就得好好吃上饭了。想吃啥自己做点。嗯，看你不能吃好的。不是，妈，你多大岁数了？68了。哎呀，真精神。快70了。你看这说话，一看的也是歇不住啊、哦，一看你就歇不住。在家了。院里头那都慢慢慢慢种。原来种的慢慢。种地的没，大妈？没了。啊、哦。地里都扭转出来。啊、哦，快就把这个院种上，就够你种的了。院够吃，那天种一溜溜米是。哦。啊，那边溜溜吃完了。啊，那边到了给小白吃。哎呀，闲不住。你说啥没拍啥？原来有卖小花哦，拍了，就是门口那儿是不？拍上了，你话我没拍上，想让人们看看您种的那花啊，拍上了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